现在播送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第二号。鉴于江泽民同志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，以及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，现决定：一、12月6日上午10时，党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。追悼大会现场直播，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。二、追悼大会当天，全国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，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天。三、12月6日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时，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。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3分钟，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。四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特此公告：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，2022年12月1日。